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D 啊。上次才被万美，这次再次挑战集中台改将军驾到。首先看一下机台基本规格。那今天的目的就是亮起左边的万两连。那一开始我们还是聊一下集中这位将军啊，又名八代将军啊。这台真的要把打八代将军才会驾到。那集中又名德川集中啊，听到德川就应该想到德川家康，没错，集中就是德川家康的曾孙啊。那集中本人是一个非常年轻有为的武士啊，非常聪明，更有远见。那日本在集中的治理下，也迎来一个相当和平跟稳定的时代。那后期啊，也称集中为幕府中心之主。转速来到538转，进入高确率啊。那这高确率主要期待就是出现大家舞，但台改不用太在意演出啊，最重要应该就是 bonus 是不是确定。那集中的高确啊，并不代表一定会对决啊，有可能没事发生就集中哦一声啊，想必老玩家非常熟悉啊。哎，有怪声，爷爷爷，你回来了。bonus 确定啊，哇，这个有点快。大家舞，好的开始。水啦 ，Big Bonus。这台啊是集中初代去台改的、啊，那集中是我打博青失落的第二台启蒙机台、啊。当年台湾前三名机台应该就是悟空、北斗跟集中。直到今天啊，还是许多厂商啊愿意台改这三台神机，超工就不知道有多少版本。这三台真的带给老玩家许多回忆啊！单发，32转再次进入高区啊！啊，这天国是128 G 啊！剑豪对决啊，高期待的对决。因为是没代币啊，我以为停下来。这台如果自动停下来，就是波浪的确定。米库不到99枚，对决剑豪。哇，今天集中一个字，猛啊！啊，那在这里特别讲一下将军驾照的 RB 啊，结束 RB 赤回天级减半，也就是 RB 后啊，天级的转速会减半1000变500的意思，所以不建议 RB 后弃台。另外，将军驾照的区间啊，天国区间是到128 G 啊，拉维区间是到256 G。啊，转速42是再次高区。哦，哎，不动了，这是松解开牌吗？代币还有25，转速428。哎，这是不是松解除啊？哇，这台其实除了万两连五之外，松解除也是非常可怕的模式啊。当获得松解除的时候啊，有75% bonus 确定的继续率。也有人听说获得很多了，例如20多只 bonus。但我开到 RB 啊，怎么会这样呢？连二 RB 吧。哇，赤微天井不断减半啊，一下就过了天国区间了，看来不是松解啊。啊，失望啊！132局再次高出。啊，失望啊！哇，抓捕二人啊！哎，抓到，以为抓不到。哎 ，BB 确定啊！啊，再选爷一次机会。哇，又单发了。
啊，以前我们打集中啊，拼的就是连庄，所以一口气可能连10到25支啊，啊，后期也没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哦，大家文，哦，又停了，哇，这是另类的一局连啊！哈哈应该是 BB 啊，哇，怎么又单发？那这空档跟大家提一下，集中这个原创公司啊，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大都纪元。那国青旗下有名的集中、翻掌、正宗都是他们的主力 IP。他们一开始只是做设备商，后期才开始做国青师傅。也在2003年推出这集中初代，才让公司声名大噪。直到今天啊，2022的营业额已经来到900多亿日元啊，非常了不起的一家公司啊。又来抓捕恶人呐、啊！哎呦，哇！骑上我的哈雷机车啊！在那时候玩集中初代的时候啊，有出现哈雷机车都是比较好的模式啊。吓到我了，终于掉了，哇！今天这样有点感人啊。双七连线啊，确定连两只 BB 啊。劝善审恶啊，不说我也是黄门水库啊。这游戏的最高期待当然是万两莲雾啦。那万两莲雾的玩法就是 big 至少5回，再加上 big 期间高居率一居连啊，听说有人抽了14或15只之类的。啊，画面上就是有名的连八仪啊，就是连续得到8个米贡啊，这是一居连的另外一种演出啊。连八仪之后就会亮了，又亮了。结束三连庄啊，转速来到39啊，哦，39局再次进入高确率。
再次对决剑好啊。哦，复活了，好机演出。哇，苏达61G。这台咬兽真的非常快啊，转速来到736G 啊。那只要碰到一次高转速啊，那前面所获得都要喷回去。哎，我这样开牌还是输啊，可怕了！哇，直接骑上我的哈雷机车，哇！877G 开牌啊！成就达成，其中2G 连。应该会爬起来了。哇，你欺骗我的感情。今天就实战中了130G 啊，拉回区间让给有缘人啊。今天来到园林养锅啊，吃改先补一下。好，最后影片制作不易，也请大家多多支持与鼓励。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喽。